我那个要到什么东西啊？橘子。啊。这不。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跟这女主过不去。哦，我对贵圈不太了解。那这个呢？嗯，这个电影挺不错的。但是我跟你说呀，这个男主刚跟他女朋友分手，他女朋友是我好闺蜜。电影再好看，我也不能背叛闺蜜啊。你选吧。哎，有一个动画片好像是重映的，啊，是有过道的位置。指纹来一下。我们得快点走，还有15分钟。嗯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游戏打得很好。你又知道了。我看了你的战绩，所以还需要我吗？你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零件都已经到了，地址写的是我家，电话号码写的却是你的，幸好物业大收了。难道要放到我家里不管啊？要管的。那就上来吃饭吧。有我的。我明天再过来。坐了一晚上的火车，现在太臭了。你坐一晚上的火车？你还跑来这儿打游戏啊？我叫司机送你回去。啊！不许拒绝，不想让你到地铁里去训练。